時候帶隊上去工作。我哋依邊咧喺深圳灣上車，咁另外咧有十幾個同學喺福田安上車。咁我哋今日咧就禮拜五晚到咗酒店之後咧，聽日咧就一連串喺廣州中國運動擺隊。咁聽日再去啦，拜拜。呢度咧可以講話係成個黃埔區嘅核心。好啦，我哋深圳灣一行人咧就嚟到呢度維也納酒店啦。嚟啊，攞齊嘢喎！四五，你好。哦，夠啦。我哋係最先嚟到啊！5月18日，我哋上咗車啦。Sita 啦，麥會長喺度啦，我哋港澳嘅朋友都喺度啊，港澳朋友都喺度啊。OK， 準備出發去呢個廣州二中。好啦，我哋又到達呢個廣州二中啦，咁啊見翻好多老朋友嚇。咁今日咧又係呢個瑞港澳嘅科技教師嘅交流啦，同埋呢個參訪嘅活動嘅第一日啦。阿王 Sir 對呢個好有興趣咁喎。係科技教師呢個交流同埋呢個參訪活動啦。我哋今次咧有20多人上嚟啊！耶！你哋第一次嚟啊？我哋係。你都係啊？唔係，我之前嚟。可能啲鋪係展示佢哋啲作品。這離不開創新人才以及創新能力的支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来自广州市第二中学科技劳动部的老师严丽娟，澳门科技教育协会会长麦培荣先生，香港科技教育学会会长郑家略先生，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们，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仅代表广州市第二中学全体师生，向远道而来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表示热烈欢迎和最诚挚的祝福。大家上午好。天工刊物展新篇，智慧碰撞共向前。今天我们与全国各地的科学教育专家、老师们在我们广州二中齐聚一堂，参加穗港澳科技教师交流的参访活动。5、4、3、2、1，共同启动今天的活动。感谢各位嘉宾，请先行就座。小科学时代呢，科学教育可以看作是小科学教育啊，这在我国以往的这个科学教育中造成的问题非常明显啊，甚至他们在学习教不同的科目的时候都很自然有机的去渗入不同 STEM 教育的部分。那第一张牌就是我们这个学生的领是不仅仅角度啊，同时呢，对于青色和重色的衣服也可以分担。对，在重庆市基础教育当中是顶级的学校。首先，我们要掌握了这个细节，来这个开展科学重点的这个一个基础。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多年来在各地教育上的工作和感想。后面呢，我看到其他学校呢也用一些水平电影，但是没有我这种。物理学比较好一点的老师可能会看出来他重心是偏前的。每一个弹性结构呢，里面有一个半圆形的齿轮，那个齿轮呢一开始砍上去以后，等转到另外一边没有牙齿的那一边呢，那个
弹簧就会弹过去。师傅们用最近的标准模型，把英国人的特色给大家一个参考。有幾勤力，我哋香港嗰邊嘅同學仔。今日嘅節目都完成㗎啦，咁就而家坐温車翻酒店咯。好，翻到酒店啦，睇下今晚有啲咩節目先。啊，好嘢！我哋嚟食晚餐啊，唔怪得知你哋咁慘咁啦，原來咁多嘢。晚又打車嚟到依度，叫做咩啊？萬達廣場啊！食完飯。應該都不會再吃什麼的了，去喝杯嘢啦。有車展咁似嘅，哇，咁開心都有喎、啊！你睇下幾多嘢啊？係咪開心個商場先？係，一定係。带住另外一架车，耶！喂，边个系我噶？我估系呢个，但唔系脆皮咩？我脆皮咯。好多铺头喎，个夜晚黑都。你系做咩工作噶？你警察嚟嘅大佬，阿 Sir 嚟噶，阿 Sir 嚟噶，阿 Sir 你好。佢纯粹系 CCTV 嚟嘅啫。所以有一店鋪叫黃布店，想吃甜品啊！佢哋佢又喺度扭下扭下扭下，嚇死啲途人！人哋咁樣驚噶嘛？你作為警察咁樣點可以嘅？咁大袋自己食？今晚食醉，今晚翻酒店，聽日仲有餐房活動啊！